谢谢苏猫女士的现场指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请出嘉宾为他们颁奖。除了我们台上的两位之外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请出以下的几位颁奖嘉宾。他们是上海世博会志愿者部副主任陈振民，中大福华东区区域总经理韩建生，一汽大众奥迪东部区总监穆仲言，还有让我们有请时尚传媒集团总裁刘江先生、苏芒女士，也让我们请出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先生，欢迎。好，我们请各位嘉宾为明星们颁奖。请我们的礼仪小姐端上奖杯。他们就站着奖杯站到他们身后，您就拿着奖杯给他们就行好，我们请所有的颁奖嘉宾和我们的十位明星志愿者一起合影留念。那么时尚芭莎为了感谢十位明星志愿者所做的贡献呢，将特地为他们送上价值20元的手表。请多加两个零。是不是我少了一个万字？对啊。啊，那位。好，我们将有请手表品牌 Momento 社长片平真树和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姚晓峰为2010年度的十大明星志愿者颁发纪念手表。有请。再次更正，价值20万元，感谢各位明星们。同时我们也要特别谢谢周大福为今天晚上明星们手中所拿的爱心奖杯所做出的贡献，非常谢谢你们。这是由周大福特别定制的爱心奖杯。感谢 Momento 品牌。好，让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再次感谢众多明星的带领，让更多的人感受了慈善。好，现在我们请礼仪小姐为我们现场的明星们以及各位嘉宾开启香槟。
让我们一起为大家所做的共同的贡献，为这庆贺的时刻开启香槟。酒店服务人员能帮助一起分一下香槟吗？让慈善成就环保，也感谢巴沙明星慈善业多年来所做的贡献，干杯。首先呢，请各位颁奖嘉宾入席，我们请明星们暂留片刻。好，我们请各位颁奖嘉宾入席，请我们的十大明星志愿者暂时在台上稍留片刻，谢谢。那现在呢，我们请各位明星志愿者们用简短的语言呢来表示一下目前内心的感受。好，来，从范冰冰开始吧，冰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的感受。从巴沙慈善业一直到今天，其实已经不知道参加了，已经记不住参加了多少次，但是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特别是这一次在上海，那我觉得是一个更大的鼓励跟鞭策，希望在以后的日子、以后的生活里面，跟所有的朋友都可以一起努力，用身边一点点的力量帮助更多的人嘛。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若萱，谢谢巴扎的平台，给大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把爱献给需要关爱的朋友。那我就很简短的一句话，希望巴扎还有我们所有的朋友一起努力，继续把爱传下去，永永远远。谢谢。好，谢谢。来，刘亦菲小姐。非常高兴能够第三次来参加这个巴沙这个慈善的活动，觉得每次大家都很有爱心，然后也让我们大家所有人一起努力，让慈善能够做得更好。谢谢。今天慈善拍卖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要感谢黄奕的旗开得胜哈。没有。其实做慈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那我觉得，这次特别感谢巴沙，可以让我们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还拿了这一个奖，所以我们今后要更加努力的去做慈善。谢谢。好，谢谢黄奕。我们也知道李冰冰小姐一直不遗余力地参与我们的慈善的活动，今天晚上的表现也有目共睹，今天有什么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我觉得慈善不是每一个人的事情，它是大家的事情，所以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自我虽小，但是能力有限，努力无限吧。谢谢大家。同时每年来参加巴沙慈善业已经成为一个习惯，那慈善也让大家成为一种习惯。在这里还是要感谢巴沙，同时感谢时尚集团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和这么好的一个慈善业，让大家聚在这里。谢谢，谢谢，非常谢谢您。现在来听听后排男士们的感言，刘鹏。
其实我希望能够跟所有的媒体朋友包括巴莎在内一起把慈善还有环保变成大家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会继续努力。好，谢谢，也谢谢有朋今天晚上的精彩的表演。那接下来陆毅。我觉得做慈善应该是我们做明星的一种责任吧。非常感谢巴莎，感谢苏芒、刘江能够为我们创造一个那么好的氛围，谢谢。接下来剩下的两位是一部电影里的师徒二人哈、啊，那小明先来。应该让师父先讲话吧。其实两个月之前，苏芒已经邀请我参加那个巴莎的慈善，本来我应该在北京拍戏。但是我觉得作为艺人，我们应该利用我们的影响力呼吁大家去帮助社会需要帮助的人，特别现在我们面对灾难我们应该团结在一起，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要互相的去帮助，做多一点慈善。谢谢。好，谢谢。现在我由我徒弟来说。师父说的对。我觉得总结得很好，做慈善都是对的。再次我们掌声谢谢各位明星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你们。好，再一起拍一张合影好吗？来。那因为时间有限，各位媒体的朋友请抓紧速度哦。好，我们从左到右。好了，谢谢所有的媒体的记者朋友，也再次的谢谢我们在场上的九位明星志愿者，谢谢你们。